植物全部开启二技能，僵尸博士表示很无奈呀。本次挑战咱们不用随机植物，使用粉丝投票最高的三种植物：高坚果、倭瓜、机枪射手。首先咱们先种一个二技能的高坚果，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。然后直接有请一个橄榄球大爷，我去，橄榄球大爷越吃越小，越吃越小，这个二技能的高坚果可以呀、啊！橄榄球大爷直接把自己给吃没了，不玩了，走了。然后咱们再看一下二技能的倭瓜，我去，直接变成了菜味。还有谁？然后二技能的机枪射手，咱们也来看一下，我去，这子弹满天飞呀，但是伤害好像有点一般呀。算了算了，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挑战僵尸博士吧。一排菜味，一排高坚果，两排机枪射手，挑战僵尸博士现在开始。挑战开始，咱们的竞猜肯定也不能落下。本期挑战，你是支持植物呢还是支持僵尸呢？如果支持植物可以弹幕扣一，如果支持僵尸可以弹幕扣二。还有就是，小伙伴们感觉本局的植物几个回合能够拿下僵王呢？哎，这个时候僵尸博士第一次低头了，在第四路吐了一个火球，但是僵尸博士满身的裂痕都被打出来了。这样的话，下一个回合打倒僵尸博士希望很大呀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坐等僵尸博士第二次低头，看看本次植物两个回合能否拿下僵王呢。然后本次的三种植物，我感觉高坚果最厉害，不用攻击就可以把僵尸杀于无形。哎，这个僵尸博士，你是生气了吗？这一脚踩了这么多植物。哎，这个时候僵尸博士第二次低头了，这一次能否直接拿下他呢？倒下了，可以呀。最后小伙伴们还想看什么植物的二技能，可以留言弹幕告诉我哦。